好，来，请同学们起立一下，可以吗？谢谢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有四位同学需要被我们留下来，放心，不是要处罚你们，你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第一个大曹，第二个庭伟，第三个日如，第四个小兵。来，同学们有听到吗？四个人哦，四个人，大曹、庭伟、日如、小兵，还有在吗？有的话请出来布幕外面。来，走出来，大妈也没关系，不要害羞，你们都长得很漂亮。好，你们知道你们四个人做什么事吗？穿了一样的衣服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来，等一下，我求一下，来，你是？好，那不然这样好了，一个一个来。来，第一个，你是？大草，小兵。好，其实呢，就是有个贴心的小惊喜要给你们。来，小惊喜在哪里？有吗？在吗？在吗？小惊喜，来这边哦。来，大家给他们掌声一下，有美丽的花出来送给他们。有好朋友真好。好，那大家再给他们一个掌声好吗？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一届的新社员。好，那谢谢各位，那麻烦往左手边的舞台离开，谢谢。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，我们要稍微讲一下我们赞助商的部分。我们这次活动呢是结合创世基金会，就是一起举办而成。那你们应该有在门口还是哪里有看到那个发票箱？如果身上有多余的发票的话，就是可以捐进去这样。嗯，就是祝我们的创世基金会一臂之力。好，那接下来就马上为你们带来下一首歌。下一首歌曲是《学不会》，由伟翔所带来的，掌声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翔。好，介绍我右手边的吉他手大根，他是我们这届40届的美宣长。好，介绍我左手边的鼓手，是我们这届40届的教学长郭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《学不会》。不好意思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想的是我
此刻排列面前。